来来，坐。小芳，嗯，你想吃汉堡吗？你别吃这个了，出去买个汉堡吃吧。哦，没事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我要跟你爸爸说个事儿。哦，好，去吧去吧，行，去吧。哎，我是不该逼着你去跟小芳一块儿出去。你没错，我就太从自己这个角度。你没有错，从我生病以来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错。你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我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你也陪着我不睡觉。我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笑脸相迎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我你一直在忍着我，你迁就我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快一点好起来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些我都知道。咱们不是去了，但冰亮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觉得有压力，我觉得我有负罪感，我觉得我会更加的躁郁。冰亮，每天早上醒过来，我都觉得很累，因为我要面对你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照顾。我如果不赶紧好起来，我就是一个罪人，我就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我就会让你更辛苦，所以光是面对你，我都觉得我快崩溃了。我希望我自己一觉睡过去就不要醒了，我别再醒，我就睡不死了。你在说什么呢？真的，别亮，你是爱我吗？我觉得你好像特别爱我，但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爱我？你现在来爱我，这是爱吗？我觉得你不是爱我，当然爱你的心。我怎么要你可怜我？我不要你可怜，你干嘛要可怜我？别聊，我们分开吧。我心中是这样，我说我们就是要直面问题，是这问题是我们的，我们就要面对它。我 OK， 你如果看到我烦的话，那我就离开这个家一段时间。咱们找人来，咱们找个保姆阿姨过来，我不在家，让她照顾。不，找一个专业的护工，好不好？她能了解怎么照顾你，她这样能对你好。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回我爸爸那儿住，等你好了舒服了一点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知道？我就是说你就是离开这儿，离开这个房子，只要这个回忆还在，我就喘不上气，我就。你没有做错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但是，别别，我们离婚行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咱们离婚吗？说什么？我说离婚，离婚！我说离婚，离婚！我要跟你离婚，离婚！我按照你说出的离婚好吧，行，离婚啊，好，别哭了啊，你不要说了，好，离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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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